晨，你做不做那个腌笃鲜？做吧。行，我把你料给你拿出来。谢谢李哥。排骨、咸肉、冷水下锅，姜丝、料酒，大火转小火半个小时，然后加笋，笋十分钟，千张十分钟。OK。这个烤鸡是不是放在这儿？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不用了。哇，你这是什么？哇，一定要很健康，最少的调味料，用食材本身的鲜味把它弄出来。要等来多久呢？还要40分钟。味道你觉得足够我们等40分钟吗？这味道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能保证它很健康。好，我们原汁原味。对，